代人差不多。然后呢，你是不是又照播喽？哎，对，不是从前照播喽。要让你们选休息的时间。时间嘞？从那个时间开始播，让你们去排的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所以我们将会给你们选时间。对。但是你们以为只有这样吗？那这样分数也太少了吧？对呀、啊，我们当然还会请你们再上台唱一下喽。对，没错，上来唱一下歌。啊，你以为上一局得第一名的家族就这样没有优惠吗？你以为我们这么小气吗？应该得第一名的是谁啊？谁？是谁？大神？是谁？错，是真善美家。哇、哦，真善美家得四分。没有，该得第一名的家族呢？等一下我们出了第一名，你们优先答题。对，我们先让你们选时间。对，先让你选时间，然后先让你们答题。来来来，哎 来，就是你，来一到三选一个数字。三，哎，那黑色衣服的胖子，哎，就是你，别回头，就是你。一到四组选一个，哦，38，三分38秒。第几首歌啊？那我们就来一个第六首好了。第六首，来，靠，第六首，3分38秒，38秒是那个胖子选的。真的举了举了你不举啊、哦、你不举你不举手吗举手吗举啊哦，我选那个49号。
抢答一下好不好？他说你。外星人家，哇！陈柏宇吧，我今天买，好，这么不好吗？我忘记了，我忘记拿东西，我忘记你好，啊，不用客气，他知道刚才那什么歌吗？那歌名是什么？等一个，等一个人咖啡，再讲一次好不好？等一个人是答案吗？我跟你姐姐有没有答对吗？哎，这是等一个人。来，来哪一家的？
奖项给你们，我们这个奖项就是丑爆三连败。
们一起做。来，博宇，先做一个。下一个，简单点做。博宇做一个。再做两个。做一个。哦。博宇做一个。不错哎。哎呀。哎呀。不错哎。一二三，一起做。一二三，一起做。一二三。哦。你们刚刚有看到他做吗？没有。那要不要他自己再做一次？要。再做一次。掌声谢谢真善美家的各位。